场直通盛典资格战75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，发生了什么？就一上来啊，两个人火药味就有了。这场比赛，蓝方选手关中刀客严智礼对上了红方选手大魔王李辉。李辉每次出场的时候让人印象深刻啊，第一是他穿着蒙古族的这个摔跤服啊，这坎肩，然后第二就是场上总会响起不绝于耳的打李辉的声音。这个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又出现了这种情况。没错，这个严智礼呢虽然不是郑州顺远搏击的啊，是深圳胜利人和的，但是这个顺远搏击的队员们也来为严智礼加油。那肯定是啊。哎呀，李辉到底是惹了谁啊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吧。所以也可见李辉在这个级别哈，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实力在，所以都想跟他交交手嘛。不遭人忌是庸才啊。所以你看，就是李辉今天一上来之后啊，估计也是心里头憋着这股劲儿的。对，然后进攻输出也非常的凌厉。这一摆也给的不错，继续前顶，继续给摆拳。哦呦，有点打沙袋的意思了啊。就严智礼还是要拿出自己的进攻端的能力啊，要给李辉一些个阻挡，就起码不要让他进攻的这么顺畅啊。挑袭啊，连续的拳都上来了。但是李辉一旦有这个气势之后哈，我觉得还是要抓住这个，因为严智礼呢，咱们在上一场比赛应该大家还有印象哈，他属于这个有逆风翻盘的能力的，没错。所以说他的教练呢，梁国辉也表示，哇，下劈腿，这个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，是，又是一个后手。就严智礼的这个状态就是什么呢？就有点打不死的小强那个劲儿。你每次你觉得他快不行了，然后忽然间一波进攻输出，叮叮咣咣一上来就很可怕。所以你不能给他机会啊！对，不能给他翻盘的机会。没错。而且李辉的这种打法呢，特别能够激发严智礼的这个斗志。是。所以他的教练就说对他特别放心，因为他抗击打能力好。对，他属于在场上能够越打越兴奋。是。而且他的这个气势，我觉得这是像一颗种子一样，它不是像花是在外侧绽放的，它是在内部生根发芽的。没错，就是它一旦钻出来之后啊，它就有成长的空间。哎，连续啊，这个击鼓很重啊，这个刚才这个击鼓很重，过五秒了。Three， 又马上站起来，对对对，应该是岔气了。刚才是李辉一个很重的击腹的动作啊，对，继续回到比赛当中。哎，严智礼的这个劲儿上来了啊，感觉咬了牙弄一拳，这是他的风格。是，哇，连续的李辉连续的击腹，没错，回一个，最后十秒钟，又是一个顶膝，啊，拳膝，拳上钩，哇天！李辉今天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啊，打的还是感觉比平常他的比赛还要再快一些。没错，今天这个进入的半决赛哈，我们就和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来比的话，李辉的状态就是往前进了两步，我觉得那个状态兴奋度的感觉。因为他以前的比赛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你说他慢热型吧，也不至于，但是他总是有一个渐入佳境的一个过程。对，但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就是今天一上来他和严智礼的比赛，他的进攻输出率先打出来了，比对手要来上来就进入佳境。没错，战术要清晰，战术意思要清晰，好吧，第二回合反击你就给他打，他打完你马上就反击了，他要打后排吗？他要打后排你就反击前排，然后你大反击我肚上去，他这样打拳我肚上踢。对对对，然后上去，等一会儿上去一样是进去之后，他不是喜欢压吗？先给他吐个头，吐肚子，然后吐了两个再说。啊，紧张起来放松，拳头有点死，再放松一点，然后抓他漏洞。对对对，好吧，没问题啊，别大意啊。不知道李辉在第二回合会不会发生什么，就进攻啊或者打法上的一个改变。在第一回合已经拿到了一个优势了，没错。我们看第二回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激烈的场面？是，不知道就是严智礼提起来的这口气还在不在啊？就是能不能把它转化成自己外在的绽放？不错，给了一个前摆，后手打得很准啊。就李辉这两年他也是，就是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，就是他拳的组合上，包括拳腿的结合上，比以往做的要好了很多。对。他有一段时间也是老想打单击，因为在75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，就是拳重啊，拳的这个重量感和力量感、爆发力，其实他还是都在都有的。是，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单击的能力，绝对有。
但是比如他碰上今天像颜值里这样的，就你就是打不死他，你能打透他有可能，但是你就是打不倒他的运动员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心态改变的比较多，就可能自己打着打着自己就着急了，对手先着急了。而颜值里我们就像刚韩燕老师说的，就是大家对他的在上一轮的印象当中还是那种，就是突然翻盘的能力还是有，而喜欢迎难而上，是，而且这个抗击打能力啊，在75公斤级确实算是不错的。哎，你还记得他上一场比赛，对阵那个谭晓峰，谭晓峰两个人就是冲撞了一下，结果谭晓峰这个对头给撞开了，他没事儿，他没事儿，就从此就觉得他会这种。头比较硬吗？也是一个下劈腿的动作啊，就是上来顶头，两个人撞在了一起，算是一个赛场上的意外动作。所以这也是比较可怕的一点，就是在上场比赛当中，颜值里可能也没有太多展现出来他自己的能力啊。不管比如说有的，那我就是这种防守型的运动员，我抗击打能力就是强，那你想要打透我，你就是打不透。但是呢，我可能在就是一个蓄力期过了之后，我可能还有一个我自己进攻节奏和输出上的一个小爆发，那这个时候对于对手来说就比较尴尬，也比较困难。对，到现在来看，颜值里挨的不少啊，但是依然还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又是一个下劈腿。下劈腿以前杨卓，我们应该算是杨卓是下劈腿，特别喜欢用。好，这就被推倒了，应该问题不大，能够马上起身。其实他刚才第一回合被击腹的那个动作，就被读秒的那个动作，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。对，我还挺替他担心的，不过后来看来应该是打岔气了，对，就很快缓过来，继续回到比赛当中。然后第二回合我觉得他还是不错啊，就保持了自己的进攻输出的频率，而且还有所提升，就是你能感觉到这回合非常明显的能跟李辉去打对抗。对，摇摇头应该没有问题，就是我还行，我还能扛。哎呀，又是一个下劈腿。是的，就这个真的是挺可怕的。把手拿高，现在他开始撞了。深呼吸，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还没停呢，他没停呢，知道吧？但是你的前手要一直刺激他。好，就做单个的，有效的，不去给他拼组合，保持清醒，就打单个。好，第三回合的比赛，现在丁萌已经在决赛区等着了哈，是的，就看这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。没错，感觉你看颜值里在第三回合的韧劲依然很强啊，是，就是连续的防守，然后让你进攻输出，但是你中间一有停息，我的进攻输出就马上还击来了。就这个对抗真的是做得还不错，就是尤其是在李辉这样的对手的面前能这样打，很不容易。上钩，漂亮，连续的上钩。对，李辉也是，这回合明显手拿高了。起码就是这差不多50秒左右的时间啊，感觉李辉在防守端的手明显拿高了。对，禁止头撞。刚才赵岩老师也是及时提醒了颜值里，给了一次警告。主要是两个人都想往内围顶啊，你说颜值里第二回合就这么个打法就算了哈，但是李辉忽然这回合也不打距离了。对，是忽然不打距离了，我觉得李辉没有必要啊，就还是可以拉开距离去打一打。191公分的臂长，要拼拳呢。对对，你看他现在也是抱头往里顶，没有拉开的意思。 对，抱头往里顶。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颜值里来讲可能更加喜欢一点，就是因为如果李辉现在是这样
爆头内顶的情况，他受到的这个进攻的输出肯定要比李辉去打距离要少一些。对，要少。漂亮的高扫，对对，杨绛的距离我觉得还挺好。对，你对你在这个距离不好吗？你干嘛要着急跟他就是拼内围呢？就是打完之后后撤步，打完之后再来，就是打完一个自己的组合之后再撤一点距离，诱敌深入的这个感觉。顶上去了，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对，就是让严志礼这边就是挨完这轮进攻输出，马上启动自己的，比如说前手要打出去的时候哈，刚好我一个撤步撤出来，你就打不到了，就可以打得再聪明一些。对，因为他在你看我们看在中远距离他的这个拳还是非常有效的。严志礼今天也是斜到自己这个下劈腿了，因为没有起到效果，可能觉得我一定要有一腿要有效果。对，你这样的高位的扫踢还是可以去踢一踢啊，把距离再拉一拉，打自己的节奏，没有必要就是非要跟对手去硬拼。漂亮，这就是严志礼啊，就是说你的第一波进攻输出，你的一个组合刚打完，我马上回击就来，这就是他。我觉得韧劲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、啊、是就年轻的人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，非常好。两个人的这场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攻战啊，尤其是在第三回合的时候仍然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攻输出。但是有一点我就会有点担心，就是三回合的比赛这场这样拼下来，不管谁进决赛，对阵的可是丁猛。有点担心体能问题，对对对，消耗的比较大，在对这场比赛当中。毕竟丁猛在他们比赛的时候打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一些的，打得挺好，很好。就是我也希望他能够打满三回合，因为下面一场又要跟丁猛打嘛，然后多一点时间他能够把心肺冲开，然后进入到下一场的时候状态会更好，不然的话太早 KO 也不是好事，太早 KO 他整个状态也会没有活动开。对，他跟丁猛打，丁猛其实选手也是比较强的呀。对对对，但是魔王也不弱呀。好，在所有朋友们的见证下，我们第二场半决赛75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。那究竟谁能够在决赛当中和冷面刺客丁猛相遇？结果已经在我手上。比赛结果，三位裁判一致判定，30-26，红方胜。